看一下证件。对不起，老爷，人还是没找着。算了，本来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把他家里一并处理掉，做事干净点。是。 你这是做什么？先。 喝一杯。你打开看看。 朱少爷，我们不是一开始说好了吗？就只是……我知道，合作关系，你也用不着强调。我这些准备了很久的戒指，也是我特意挑的，因为我想给你一个一生的承诺。 说了，我很快就要离开联合镇了。谢谢你给我准备的戒指。婚礼之前，我就先不住这儿了。你先听我说完。我觉得我自己挺可笑的。 所有人都觉得我拥有一切，可我觉得我一无所有。金钱、地位、权力，我一点都不在乎。可我真正在乎的。
谁又知道呢？关文，你放心，你想要的我帮你，合作关系吗？我言而有信的。我刚刚说的那番话，你忘了就好。明天记得来试婚纱。你说的，做戏做全套。太太今天真漂亮啊！怎么样，这衣服穿的还舒服吗？哟，这腰身怎么还松了点？上回量的时候不还挺好的吗？哎呀，应该是我记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回头我给你好好改改。老板，哎，你先下去吧。啊。新郎可以搂一下新娘的肩，新郎新娘笑一笑，笑一笑。三二一，好，非常好啊，二位可以自己发挥一下。好，二位咱们保持这个姿势，再来拍一张啊。三二一，非常好，陆镇长。哎呀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镇长好。就等您来了。没想到朱家还真办了这门亲事，要是我，我也会嫁。这个林宝儿怎么看都要比窦丽丽要强。我看未必，订婚宴上换了女主角，可能是赌气呢。这朱少爷看来爱窦丽丽爱得不行。上一次你可不是这么说的，我看这个朱少爷早就不想搭理窦丽丽了，嚣张跋扈的。你看窦镇长不也乖乖地坐在那儿吗？朱家给镇长捐了这个书，也算是破财消灾了。说来说去都是为了生意，我看如今啊还是朱家最大。且等着吧，我总觉得这场婚礼还有好戏可看。又见面了，雪桐。已经到终点，却相对于无言，错开的视线就像洪水在蔓延，谁又甘心被欺骗，爱怎么会是谎言。
减少淋漓尽致的表演。某个瞬间，脑海的画面汹涌袭来，是潜藏在心底的信念，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，黑暗里的一丝光线。